美女主播刘欣彤经常针对时事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近日她发出长文爆料曾目睹某位女艺人让助理帮忙脱鞋的过程，她在文中感叹，如今网络十分发达，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很容易就被挖出来讨论，导致很多名人接连翻车。接着刘欣彤透露，过去曾在教会亲眼看到一位红到发紫、形象亲切的女艺人用眼神示意一旁的助理过来帮自己脱鞋子，当下她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当下的场景宛如古代丫鬟帮主子脱鞋一样。随后该名女艺人在结束礼拜活动后依旧暗示助理过来帮忙他穿上鞋子，刘欣彤也透露对方在镜头前的形象十分正面温暖，让自己搞不清楚哪个才是真正的他。